今次劇集去到香港高度設防的監獄實地拍攝，令我更加投入角色，好像坐緊監咁。我真係咁得人驚。以前我覺得監獄入面很黑暗，一年代沒有監獄的了。監獄精神是要人人平等，坐監是要你失去自由，靜思己過，有朝一日出回去可以做個守法的公民。相信透過這個劇集，觀眾都會跟我一樣消除過往的一些誤解。再戰明天，10月6日晚9:30。